接下来轮到第七棒的叶竹轩，黑豆这时候站上打击区啊，当然也是一个建功的好机会，没有人出局，一二垒上有人，短棒摆出来，这个球点在三垒边线，哇！陈宏文这个球干脆想赌赌看呐、啊，让他会不会出界，结果停在界内，又要形成了一支内安打。哇，因为这个球黑豆叶竹轩点得太好了啦，所以陈宏文认为时间上来不及，干脆不捡，让试试看这个球会不会跑到界外去。是。这个球点的力道也拿捏得太好，但这个球你要期盼它滚到界外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度的了。嗯，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球滚在这种内野的草地上面，它有减低它一个所谓滚动的速度的可能。